ここ可愛いかね、このマウスだからね。喵喵喵！还得让他爸爸抱抱，你说，哎呀，爸爸抱抱。今天上午把我闺女送去幼儿园，一进到幼儿园，我闺女就妈妈一起，让我跟她一起上幼儿园。你说上幼儿园这活儿，我能跟她一起干吗？她就开始哭，反正是，嗷嗷哭，这大嗓门，我估计啊。我闺女这个哭这个声音是一般也是比他们这里的日本小孩哭的声音也大，然后呢反正就老师强行的带进去了，现在马上一点了，12:58，咱去接吧，早点去接哈。看看这个天热的是锃亮锃亮的，哎，这小风景也不错哈。这小黄花，这小紫花，小黄花，这还有几个小粉花，这有个大黄花。好了，上车吧，李欣娜酱小朋友。他放学了，喷喷干啥呀？要妈妈。好，谢谢你。好，行，放起来吧。但是今天表现挺好的，身躯给我分开。后期就没哭，好，溜达溜达，上哪去溜达溜达？你说吧。我们先回家把衣服换下来，校服都弄脏了。哎妈，都饱了，还没等吃都饱了。我帮你夹呀。还没带。好，才连菜连这个一起哈。你吃鸡蛋了没有？想不吃，没吃，你不赶快吃尝尝，香不香？香。好。哎呀，手上的嘴上的油都弄小狗身上去了。自从上次那个住完院之后呢，就吃饭吃的多，可能我是觉得他以前吧，可能还是说就是咳嗽什么东西没彻底好利索，可能上次住个院呢，把身体里边那些不好的东西可能还真的是调理调理，疏通疏通了个嘛，长胖了，哎呀妈，吃饭吃的也多，吃吃。看见爸爸了？哎呦！木头。爸爸，这是谁？我的爸爸。你的爸爸呀？这是你的爷爷。爷爷，爸爸叫他不对。这是你的爸爸吗？对。是爸爸呀？不是爷爷吗？不。是爸爸。是爸爸呀？是爸爸呀。不是，这还叫啥？哎呀！我就正好把这个给拍了，拍了，行了。把那个给邻居的那个小零食烧起啊，沙琪玛不是蜜三刀，还有这个山楂条，还有粽子哈，再来包葡萄干吧，新疆葡萄干，再来啊，还有包蜜枣，分包完了哈，没有什么好分的了，弄这些啊，再拿了几个粽子，还有山东煎饼去送给我那个邻居那个老太太哈，尝尝，走，把这个东西送给。哎呀，傍晚真风凉哈。妈妈一起。好，一起好，这。哎呀，这有劲儿，没白吃那么多饭哈。扭扭的，别摔倒了哈，慢点。扭扭的哈。哎呀，慢点，别摔倒。好，上。哎呀，我的妈！哎呀，哎呀妈呀！妈，对，好，你能按的吗？好，哎呀妈呀，这。长高了，能按门铃了。哎呀，来，你说 Hina 的是？ Hina 的是。Hina 的是。奶奶种的花，你看，好漂亮的花朵。好多呀。好多呀，那香吗？香不香？香。香。
看邻居家这个大树啊，这养了多少年才能弄成这个样子。哎哎，好，哦，这也是花朵啊。你每次哎哎，轻点，里边有个玻璃瓶子被弄碎了啊。嗯，我拿吧。啊，你自己拿呀。啊，好。有洞。哼哼。吃饭吧，俺闺女得说出去溜达溜达。他被他了，卡他的给人呢。现在讲到三步。哎，这是啊，上哪去溜达溜达？这里。哦，那里好。小猫咪跑了。哎，别进去。哼哼。这个粉色的百合花也好看，妈妈等着以后也买一个这个粉色的百合花哈。大家空包啊。嗯，旺旺，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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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人家也是把这个水稻田都弄好水了，等过两天就好种水稻了啊。这里也种，哎，有水。今年柿子又是丰收的年嘛，你看这柿子长这些啊，看长这么多柿子，那，哈，哎，啊，还不熟，哎，让我给他照个相，好，嗯，就这么样照，这样照相啊，嗯，好，真棒。嗯，哼哼，哎呀，想要个这个呀，哎，找。出发。前面。啊，上前面啊！现在他都认识这条路，因为小的时候就一直走这个路。长大了，你说真长大了。嗯，这叫台阶儿。慢点，台阶儿哈，慢点哈，上去看看有没有车在。再上马路上啊，不能呼隆一下就跑出去了。有车，没有车呀。嗯，妈妈的、嗯、好，那小狗我拿着嘛。那水里边还有倒影呢啊，把房子的影都倒过来了啊，房子的倒影。啊，别人家，哎呀，这个颜色真美，像一幅画一样。还得让他爸爸抱抱，你说，哎呀，他爸爸抱抱，真长大了。哟，以前那么小，可能卖七三一呢，哎呀妈呢。我会找到。可爱的呢。ここ可愛いかね、このマウスだからね。可愛いかね、イラちゃん。接下来要给山口染头发哈，这个美元染发剂就是专门。谢他戴了。好，谢谢你，专门来遮盖白头发的染发剂哈，没有什么刺鼻的气味，操作简单。妈妈，你干一下，没回来了。喵！喵！喵！喵喵喵！这里边两个管啊，这样一样，这样一样，把它搅拌均匀。ひなちゃん弁当持ってきよっと白ご飯だけおかずあるのおかずある幼稚園でうん、白身がご飯だけうん我每次就是弄完了之后再给他那个什么那个保鲜膜捂一捂嗯啊，这都给你吧嗯看看上口染完头发了啊看染完了，就是这个地方，你们好，这样都抠完了，都要抠了，哎呀妈，哪路呢？没有，这老伙计用香皂洗头发，洗的不干净。啊？啊，这个。这两天忙活了，也没给自己做个面膜，进去。
抓紧点时间做个面膜吧哈。妈妈。